撤掉，他们来真的！部长当然是真的，大家都小心一点。我们的任务是搜索重重逃到里面的侦察机飞行员。现在，支援组建立防线，攻击组掩护医疗组，我们进去找人。是。明白了，我们建立防线。大家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都听他的了？ 你不也是受训的吗？废话，他是我们队长。他是你队长，他又不是我队长。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要不你指挥。废什么话？怕死的留下，说谁怕死呢？说你呢，飞行员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飞行员头不能乱打，知道吗？老虎的屁股都摸得，你的头摸得。关键组跟我上。医疗组，备上。走。哎。 放松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个情况呢，不是特别理想。找到飞行员了没有？这怎么说呢？找到了一部分吧。什么叫找到一部分？到底找到了没有？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。哎，不如你们自己进去看看，行吗？ 真的假的？猪血，新鲜的，做的这么逼真！天哪，伤口处的断层和骨骼都做出来了，看看吧。 这是刀砍的伤口，他们是在这里动了心，他们抓住了我们的飞行员，对他们动了心，还砍了其中一个的一条腿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你这是一个训练吗？搞这么逼真干什么？这他们是狼牙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我知道他们是狼牙，我心里难过，知道吗？我也是飞行员。 他们就是想告诉我们，别让我们抱有侥幸的心理，一切都是真的。现在，临时指挥官同志，你能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吗？我命令，立刻召集我们的机组。啊？没了？不是。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哎，这个具体方案是什么？具体的，我知道，你不是害怕，你是一时脑子断片了，没见过这种情况，对吗？那现在可以让我来指挥吗？我命令，呼叫支援组向我们靠拢，我们要继续深入了，各个组不能分得太散。 是，呼叫支援组向我们靠拢。有情况，快！来，等等，等他们到了我们再进去。哎，这就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要坏事了，呼叫支援组迅速向我们靠拢，攻击组跟上，快！哎呀，你们这帮人真是。 哎呀我！这不血光之灾吗？这不，哎，你们等等我！
狙击手，怎么走啊？！已经被灭了，支援组掩护，攻击组够冲！零零七，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，你！零幺四，那我欠你一次。全力掩护。厉害，撤！快点！停下！快，大家放下！注意时间！怎么了？山羊的情况不太好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这个时候怎么手术啊？逃避要紧，到急点再说。不行，上院流血很多，这样下去会撑不住的。怎么撑不住啊？这是演习。现在上院的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如果不现在立刻进行应急手术的话，我们抬出去的就是一个烈士，到时候我们的任务也会失败。哎，我说曾队长，咱能不能不这么傻？不管怎么说，这就是个演习。演习就是实战，你以为这是句口号吗？哎呀，这就是一句口号嘛！它不是口号，它是什么呢？我是医生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死在我的面前。我们是来救援的，我们应该带出去的是一个活生生的飞行员，他现在被砍伤了，失血严重，
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死掉吗？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演得够像的一天。你们大家都是来参加救援队的，他人的生命高于自己的生命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现在我们只是演习，你们就只顾着自己逃命，那将来在战场上呢？战友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吗？医疗组留下手术。是是。真不是个男人。你说什么？真不是个男人。你再说一遍。真不是个男人。我不跟你计较。废话少说，现在就开始手术。等等。不管你们这群人怎么想，今天我一定要在这手术。你们不能在这手术，去那边找一个安全的房间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周围建立防御阵地，一定会死战到底。我希望你们能救活他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快，抬起伤员，医疗组，跟我来。是。快。其他人建立防御阵地，死战到底。是。建立防线。真没看出来呀。王兴这小子进入角色进入挺快，平时看他耍小聪明，猛打猛杀的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不掉链子。怎么了，肥狼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是我想要的结果。他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不出乎我的意料。尤其是这个卫生队的队长吧。说什么呢？